好，先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那个，内建的文字动画跟内建的背景动画啊。好，我现在呢先开一个新的专案，专案是最大的单位啊，然后再呢我开一个新的 comp，那这个 comp 呢我们不用到这么大，因为我们只是练习1920×1080，我们。其实做学校的东西都做一半就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学校老师也看不出来。OK，920×540，不是说所有老师都看不出来，就是说大部分老师可能看不出来。而且我们通常在做东西的时候做一半，我觉得好处还是很多了哦，所以也不是针对他们哦，别误会。那我这边呢，先新增一个文字工具。哦，这样拖拉出一个文字框，一启动文字工具，二拖拉出文字框，然后再是随便乱打一段话。我觉得这个打到中文去了，所以我现在语言那个编号设定，我设一个 ENG，ENG，OK，等一下，空白键。Ctrl 加空白键，我现在打一个 ENG。好，我现在呢去看有 English Canada 繁中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现在选。好，然后再来呢就是打一个 Happy。我先把大写键关掉。我乱打哦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现在看这堆字哦，全选，换字体，这边还有 Arial，OK，我选一个 Arial，OK，然后再字体就是这一条，好，接着呢就是下一段，我要套一个文字动画，所以呢这边有一个 Browse Preset。再确定，确定完以后呢，这边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 Browse Preset，它有一点糟糕的就是这一版很啰嗦。我这边看一下啊，这边有一个就是文字，然后再来我们就看一下 3D 文字，随便点一个，那你会看到它的那个文字动画是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我觉得它不知道在干嘛。有，我看得到那个动画了，因为播放。OK，那我如果确定就是说我是要用这个动画，比如说我这边点的，然后再播放，哎，我觉得 OK 的，我就这样点两下。可是啊，你看它这边写的是有问题的，哦，这有问题很正常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学校很容易出问题，所以它这边写的是 3D4 backscale and scale，所以我这边呢。你看我点两下，我跟你讲，正常的是点两下之后可以套用，但是学校跟补习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哦，所以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选了这个文字图层，执行 animation，apply animation preset，然后这边呢我们再选它的 C 槽，program files，Adobe After Effects，support files。然后再我选的是文字，应该是 preset 吧，再是文字，刚刚这个段文字叫什么？好，我已经忘光了。我现在随便选哦，就是一个文字动画，然后再按开启。有了，我们这边播播看啊，preview。点时间轴点一下，或者点这个画面点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播放，对吧？Happy Valentine。
OK，大家先做到这里吧，就是先试试看怎么样去套。我跟你讲，套那个内建的文字动画呢，它基本上的位置在哪里？C 槽 Program Files，然后再来是 Adobe After Effects Support Files，然后再来是 Preset。预设的参数组态，然后再是找文字，然后再就是这一堆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在 Bridge 里面看有一个好处是，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动画大概是长什么样子，对吧？因为它，哎，你就知道了吧？对，所以它这边有写 3D Rendered Words and Color FX 啊，所以本来点两下其实是最棒的，但问题它就是。常常都失败，那如果你失败的话怎么办？就是直接去选哦，然后直接去套用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animation，apply animation preset，然后再来就是你选你觉得你 OK 的，然后再开启，哦，就大概是这样子，好，后面还给你。